哇，这么小，我不想进去了。我手动，这里封闭了，不能进去。我手动往这个地方去。不好走一下，就我说的，这里不是刚刚那一条，是这一条。怎么样？就像这样子啊。我手动，哇塞，好神奇哦！而且很多吗？好险，不会很潮湿哈。嗯，这样很潮湿哦，不敢进去。会不会有蝙蝠？没有，那么多人嘛。你才看得清楚他的脸，哦，他这样子俯看你才看得到啊，不然他站直的你就看不到。对，复活圣殿。我们今天点了一个砂锅鱼头，还有一个泰式柠檬鱼。嗯，这是我点的泰式柠檬鱼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哦，拜拜。